对，它是斜的，然后到时候会长。要移到哪里去？随便。随便，跟刚刚一样。我们只要让它变直，一开始长这样就行了。它一开始是长这样。嗯，它有好几颗，有可以确定跟不确定。我们要确定的那一颗长怎样，我们就要跟它怎样。对。就是。